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往下来做我们的关键格。像我们的关键格这里，就是我们在小鸡接触到地面后开始挤压，所以我们针对我们的 stretch 的 bone， 我们这里要设 key 啊。stretch bone 目前这里的话，暂时目前我动作做垂直，所以目前我们只要有 z 轴的动画就好。所以我们这里 insert single key。然后我们在头尾这里都没有动态，所以我们这里 shift D， 我们将前后隔锁起来。我们希望它接触地板后往下挤压 ，G Z 往下挤压。好，这是动作，我希望它做夸张一点。好，我们来按空白键。好，我们现在观察我们的动画，现在挤压下去的感觉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慢，我们就可以试着把我们的 keyframe 再调整一下，像我们这里 key 我们一起选起来，那缩一点看看。好，我们甚至我们其实可以前后格上不是那么一致，就让它有点蹲下再跳起，所以我落下缩比较快，然后它蓄力往上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反过来，其实就是有看我们来抓我们想要的感觉。好，像这样挤压，我们是我们的第一步。好，我们这里动画挤压与缩放，这里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就做一致的就好。我们现在因为这次直接我们是直接做比较。拟人夸张的嘛，所以我们这里在落下的时候，我们一样这里的 stretch， 我在头尾我也是先把 key 定起来，就是 D 头尾先定起来，基本维持回归原始状态。好，我们在这里我们落下的时候，我希望它在这里接触地板的时候好像速度最快，所以即将碰到地板这里，我们 G Z 往上拉。它是有很快，然后去接触地板，落下拉扯，接触地板，挤压下去，再蹲起来，然后往上延伸。这里往上延伸，这里是它落下嘛？可是在这里往上的时候，其实刚好反过来，其实反而是下面 stretch 它好像黏着地板，要有点拖起来，所以。这里后面的 key 往上跳起来，我不会说是这里把它往上拉，因为等于是好像动力在头部直接往上被拉上去，我不会做像这样直接，它其实力量感，欸，奇怪，它是用头在跳吗？其实所以这里我跳起来后，我会用它下面的 stretch 来做它有点往后拖拉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样在我们的关键格的地方，这里我们把它 set key， 这里我们一样先锁 D， insert keyframe， shift D 头，我们把我们关键格都先锁起来。好，这里我们往上的时候，往上几三格好了，这里做对它的这里做一点点的延迟。我们先把它做夸张一点，这样其实比较好我们判读，因为它这个颜值就会让它感觉更有重量感一点，有没有？它感觉好像这样起来的时候收起来，脸好像变胖，所以其实我们中间甚至可以再加一些额外的 key， 我们这里先这样，好，目前的动画我们一样把 preview 算出来，我们增加了挤压后的动画，我们将操作这样一样 view render animation， 好，算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习惯刚算完我们就重新命名，因为有时候其实做完很快就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所以不小心就压掉了。D
stretch stretch。哦，预设的播放器还是没有换到。档案。其实，就算我们里面的 FPS 是有足够，其实我们最后还是以我们最后算出来的影片来做最终的速率感的决定。像这里往下挤压的时候的 timing， 我可能我会之后再会做一些调整，觉得不是很那么的理想。好，这一段就是关于我们增加 stretch 后我所动画调整的部分。